人間よ、今日の貢ぎ物は何じゃ？早く捧げてくるのじゃ。等一下哦，我让我第一个眼药水。我影片还没传好哎，气死了！要输出了快30分钟。嗯嗯，我要睡到11:30。才爬起啊！我今天天气好凉哦。我想说很热，如果早点起来的话，可以去健身。就没有，又睡过头了，打死人喽！要怎么设定？东风，然后嘞，没修罗了，各位。看来我们只好，这个就是不能断腰，对不对？哇，要怎么解任务啊？不用解了。啊，算了，这样。怎么办嘞？不能乱玩了，哈哈。天哪，糟了，就跟阿福快打结束一样，好难过。我要等换牌，我要等换牌啊！单人一局非常快，你们都这样讲，可是我也没有感受到真的快过啊。小娟，啊，被修罗养坏了。嗯，本です。但活动道具好像没能做什么了吧？
就换钱呐、啊！啊，对啊，等下出去换钱，外面换。饭拜拜哦，好。刚才想去拉肚子，哎，对不起，刚刚什么都没弄好就开台了。我想说跟你们讲说两点前就弄，就想到两点前。リーチ、勝つためだよ。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好一张。哇哦！合理嘎仔。哎、欸，我是装哎、欸，白痴哦、喔。对啊，我没办法像正常人打牌了、欸，打扮嘞。哭啊！我不打修罗，没修罗了，没有修罗了。啊！你怎么不问问神奇海螺？欸、不行，我肚子好痛哦、啊。啊，我至少撑完这整局。哦。我改个标题好了。肚子痛而已啊！ズモ、ごめんなさいね。哇！我怎么办？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嗯，哎呦！哎呦，碰碰舞好嘞，还是什么好啊？在肚子痛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还有突然想跑厕所嘞。这不是修罗，对啊，这不是修罗啊。
别开玩笑啦，都不好笑啊。没事没事，砰砰的话都打出去了啊。阿姨在搞事。リーチ、勝つためだよ。ロン、你有三张九柄哦，但你放枪了哦。这是我跟你说，你放枪了哦。ハネマン，你放枪喽，孙孙。阿神之子也在国吗？睡觉啊，但是去睡觉啊，等一下站立一下，能睡觉不去睡觉，还要想，这不是星期日都没修罗场？没有啊，上礼拜日有修罗场啊，应该活动结束了啦，不是应该啦，就是活动结束了。选择等我听哦，啊，这人怎么整天在立直啦？活动到4月7号，真的哦，啊，所以是今天没有哦。那我标题再改一下，我的修罗场嘞，编辑。我的修罗场，哇，孙孙，别打他啊！你要教我玩，你抢，你进来抢好不好？你最厉害了，你最厉害，你最会打，336，行。来来，你教我怎么打，你叫我不要打这张，我就打这张好不好？没事，他等一下教我，我就怎么打。别打发财啊，所以要打发财咯。哦，是温度计的活动哦，白痴哦，白痴哦。阿西呀，哦，无缺，说得好。我靠，肚子好痛哦。
无缺说得好，所以我们要 ban 了原氏嘛，对不对？可是修罗跟温度计的活动无关啊。没事，那我们等一下要改三人吗？三人感觉玩更怎么讲？三人你们说速度快，可是找一个人来排队的我那个你，我感觉很好玩，修罗场就是很好玩啊。但昨天就是原氏在搞事哦。哦，对呢，是会有人连装的问题啊。去死啦！死啦！教啊！哦，他哦，哎，等一下，我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说我要站离，等一下，我看一下温度计，我站离一下。算了，抱歉，不想上厕所了，我不想上厕所。活动，什么意思？等一下，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是用两个温度计换一个体重计吗？是我没有温度计的，是不是？温度，好八个，啊，他们不给我一次哦。
然后这样，啊，那画完十次我就不用接每日了，是不是？嗯，动机。哦，这样就不用接每日了哦，都换完了哎。哦，好的。来吧。抱歉，刚刚闯进来的，还想要上厕所的。是啊，就欠Ben啊，那么会教，去开台教人家玩啊，反正就是有本事抢进来啊。你不要叫我做九连宝灯哦，两个九出来了哦。可以做筒子的，别晒啦！对啊，修罗没了，这就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没了修罗，就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他还能打什么字？那个什么镰刀什么的，阿刚。没修罗，我感觉都不会打牌了。对啊，怎么办？我脑中的谱只剩下半幺九了。
それポン。ジーニャ。没有，现在感受就是很像你们当时在昨天在聊的嘛，这就是正规场嘛，就比如说是魔力宝贝的正。那修罗场可能就是师傅水蓝魔力那种感觉，所以昨天在那边聊说什么跑去水蓝魔力玩，我就说你这样子会被养坏什么之类的，你反而会不习惯那个政府的那个玩法。我是不是丢错了？我丢错什么？没有啊。我刚丢什么？那你要，那我要丢什么嘛？你教我嘛。那你希望我丢什么？丢嘛。扳手不能变扳手啊，扳手只有我可以变而已。完了，好烂哦！
反坐果就对了。不是，主要是糊了就结束了，这样子。然后糊了之后不能继续打，就觉得很难过，没有游戏体验。想说你也太任性了吧，一直打你完了，哎呀，哎，我打错了，哭啊！我打错啦！封印师、封印怪没人，不是啊？我那天有讲啊。你那种手点的 NPC 的怪不会有那个技能经验值，我那天有说啊，你是不是没在听？不然一大堆人练技就直接问 NPC 的怪，就直接技能放一放就好了啊。哎、欸，他回来了，只少一张。
红帽哥布林要拔，对啊。我觉得反正就该拔，不然那边真的太好练练练练练等级跟赚钱了。我讲了一大堆东西，你都还没有在听，好不好？童话我以前玩过，哎，我当时童话的 3D 风格真的是玩得很累。卡石能干嘛？可以让你的经验加倍跟等级那个技能经验加倍。所以其实卡石前期没有什么人会花，都是累积到多一点之后在野外一次练，不然你前期一个小时练一练，马上就没有了。有啊，怀旧应该是六小时啦，然后后面有开放加到十二小时。就看以前练技能练得多疯，以前就是整整就是六个小时都泡在一个地方练练，直接练六个小时。有五个小不有五场吗？在互咬欸，连一而已啊，啊不是很会玩日麻，不是会教玩日麻，连一连二都不会看哦。好久哦，打个日麻可以打那么久哦，我刚连二哦，白痴哦。欸，最没做事是空宇好不好？空宇默默在这边待了很久，欸，他什么事都没做，欸。啊，空宇讲个话，没在做事情的，不说还以为我们在打生人麻将，你知道吗？默默在旁边不出声，不要以为就没事情了。好了，不要再打三人了啦！我最快，我去打斗阵啊！那观众跑掉，他就更快，不是吗？
我为什么要碰啊？风雨啊，都在给。他又连装啦，各位啊，这局好久啊，救命啊！不是哦，不是修罗场就不能让我任性的杠了啊。快杀了我吧。我刚刚才想说我的感觉又来想要去的，结果我连装。那现在我又有感觉了啊！耶、yeah！ 等一下让我去一趟厕所、啊，我就算没感觉，我把它硬逼出来好了。没事，等一下，先不要抢进来。去弄一下影片的广告。哎、欸，帮我插好了。太无情了吧！现在不就能厕所了啊？如果留局嘞，如果完全没人放枪嘞，谢谢空宇，我可以去厕所了。那我卡这个画面好了，你们等我，我用手机跟你们聊天，我暂离，你们吃广告一下哈。大的当然是大的啊，小的刚好跑掉。
我回来啦，拉好，不找碰，肚子好痛啊！回来了，回来了。体重计，感觉房间坏了，对不对？那换哦。因为那时候在看抖音啊，那时候在看抖音就有说什么，你们恋爱了，那就一首歌唱出来；你们分手了，同一首歌不同调调，然后就说分手了，但你还很爱他，也是同一首不同调调这样子，就各种都可以拿来用啊。就是恋爱的歌就是都是很节奏比较快嘛。啊，分手的歌就是节奏比较慢，那分手还想他的歌就是节奏慢，然后但是要很崩溃的那种唱。好啦，三人哦，开始试试看三人啊，不三人，三人真的很快的话，我们就都三人吧。如果一样很慢的话，那还是四人，让人家机会多一点。商人，菲尼亚，丹麻比较像国际机场，什么意思？真的很好飞吗？可是之前打。跟杰美日的时候，我打三人真的没什么感觉啊。二到八被抽走，对啊，我知道啊，可是很快就飞出去了。还是三麻他的分数是额外算的，另外的分数在。白痴哦、喔，我在干嘛？好了，没事了。三马国际机场什么？碎啦！再拔我要生气了哦、喔。我要预留一下，我们该等一下要转了，等一下再拔的话我就痛苦了。啊，不能留了、欸。然后扣久一点，扣到这种繁星，看好这种是什么？打出八百，哭啊！
我觉得事情会发生，我们要开始转了。对啊，不是可以拔北的时候，就是把他的北拿过来当那个那个吗？那是什么强杠那种感觉，就弄了。妈，继续排队耶，酒快被拿光了哎。来哦，送礼。哎，连庄不好玩啦！我不是炫耀，我是觉得。我觉得连中太久了，压力太大了啦。对不起，我不是真的炫耀，我是想说，我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玩到，不要说你们连庄家都没做到就飞了，我不喜欢这样子。不是连庄很爽，我知道连庄很爽。今天打排位，你连庄当然爽啊。可是今天还在同一局哎、欸，还在同一局哎、欸。我你要替其他人着想啊，就是你们竟然要跟我玩，而不是被我玩的哎、欸。班长北都在你那边，哇，那你对我也太好了吧。等等，有东一飞走的规则吗？没有。如果有东一继续的话，我直接放枪好不好？我第一场就是狂放枪，我就不断的嘣嘣嘣。斑马很正常，东一集结束。不是啊，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连庄啊。想像被一只兔子玩弄的感觉，蛮可爱的啦。你看，一只兔子在滚一颗球，就以前补补它，我就随便丢一颗球给它玩，它就会一直顶着那个球在跑。很危险哦，很危险哦！我好痛啊！我多少？4200。刚刚是谁打稳的？给我出来！老 G， 你的嘴巴真的是很恐怖呢。还好吗？我们是一分都不能差的呢，有没有？既然都要玩弄他们了，文是上一把，啊，你又打什么？感觉又要连了，老巨，
这咋办嘞？不知道丢什么，把时间乱剪，哎呀，这就是后置的威力，威力。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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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办呢？啊！给你。听一样的，好屌哦！连装了啦，又连装了啦！没爽没？他怎么那么爽？为什么就爽不到？小鱼，我也想爽一次。我说八百，哎，不行啊，这样子连中那么久，怎么讲？这玩的已经比修罗场还久了，哎。我知道啊，又不是没玩过三马。哇，三马可以这么任性的吗？天哪！也没办法，所以要等的，给点耐心。好啊，对啊，就只能这样子了。你们要等。哇哦，老G是不是又稳了？老G，
你压不稳放枪。妈，你这是反指标哎、欸！他怎么可以拔了又拔、啊？对，六七，来一张东西，是啊，个，来个东西，这个。打掉这个 ，OK。真是来个东西耶，赞哦！老七，我等一下真的糊不到，就你的锅、哦。老七，你是不是紧张了？老七，好啦，我觉得他是打到车不知道打什么的吧。感谢，到底是谁跟凯瑟？感谢感谢。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感谢两位啦，嗨，白板。好，我们下一局开始啊。啊对吼，你是嘎嘎吼，乌嘎嘎。不是啊，那个没有聊天室出来有点难剪啊，所以应该不会剪精华。因为聊天室没有出现，我没办法截那个聊天室什么出来说啊，那个谁反指标啊什么之类的，没办法。所以继续三码哦。再一次看看啊，再让我试一次看看。三只鸟鸟，来老居，你压会不会有第四只鸟鸟在我这？不然就是我可以现在用那个截取聊天室出来。哦，鸟鸟没了，鸟鸟没了。
什么东西？鸟，我刚画面是看到鸟已经打出来很久，你才打那句话的。马后炮。哎、欸，这几场下我都没拔到北，这是不是有问题呀、啊？有没有把北开花这个意啊？没了，报应来了，报应来了。阿北是零上哦，哇哦，然后留后面一点。阿北是零上，我会很想玩呢、欸。什么时候抽到灰夜机的？灰夜机哦，买来的。应该说灰夜姬是正品，杠上就是台马那边的规则啊，你要讲就你要打字就在这边就打日马的规则哦，你懂吗？你到别人的地方，你讲自己的语言还是什么的，你其实对这边其实很不尊重还是什么的，也不是说不尊重啊，就靠腰啊。不是入境随俗啊，就是啊，他这个讲法就是这个的游戏的讲法，那你用别的游戏的讲法来讲这个游戏的话，大家一定会觉得说你听不懂啊，但是就是说怎么讲，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讲，你为什么要讲别的语言这样子的，
我没不尊重牌啊，奇怪，刚刚不尊重的不是我，会混乱吗？何止混乱哦！你看，如果一些激进分子的话，你故意还打错，不是说故意打错字，他就是讲是这样子讲，你是讲另外一种讲法，他们会怎么想？对不对？讲更白痴一点的好了。那如果，好，那个今天如果一个在玩麦块的，人家说这是绿宝石，绿宝石没错嘛。可是挖到红石粉的话，他跟你讲红宝石，然后青金石跟你讲蓝宝石，你听久了会怎样？还是你会觉得无所谓？好啦，无所谓，那就无所谓吧。没有，通常顺的牌都不会有好事的。你看看我前几场，顺下去还不是都丢水沟了？全都是泡沫。而且像小光好了，其实他常在他的台啊，人家我们都讲断幺九，他整天在讲断九幺，这样子，那你们会？听久了会怎样？你有想就是纠正他吗？还是继续让他讲？哦，我是觉得还好啦，因为每个人讲法都有他的讲法。什么？他的宝牌是我杠出来的哦。哦，我们的互杠啊，这个意思吗？你看，就说没有好下场啊！你看你前面再顺也没有用啊。留局满贯，我可以把杯打出去吗？是吧？不是吧？不是吧？给他玩就好了啊！天哪，他飞了啦！结束啦！太扯了吧！不然你看他们不断的进来，我是要重开还是怎样吗？很凶啊！我只不过是糊了他一个断幺九，他是这样报复我，好恐怖哦！好恐怖哦！下一场重开啊！不是，人家想哦，如果下一场小鱼好不容易抢进来，我马上重开，他会气死，对不对？小鱼还不气死？他妈的，我好不容易抢进来，你给我重开！右边能改设定，你确定哦？脚麻了，
不确定，那就不要，不行改好不好？那亮亮，但这机会不属于我。机会不属于我。哎，赚了老G的1000块，好爽哦。可惜啊，觉得很多时候机会就不属于我啊，你再怎么努力争取，不争取啊，争取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了。我也想玩修罗场啊，好玩死了。哦，对呢。这两张打掉。哦。不是可以搞，就搞事。原来是被搞事啊，天哪，老子好痛哦。被搞啦。原本要13面怕飞了，你就飞呀、啊！都已经打那么久了，你是不是要重新开房？什么意思？
没有，就讲啊，等一下就重新开啊，等一下抢进来的，抢进来我也没办法咯，已经说要重开房，你们还抢进来，我真的没办法咯。一、二。对不起，我有点痒，气死你们！我终于磕到啦！130。快啦！是吗？再打一张就变单骑？对啊，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想说我要糊了吗？因为刚刚可以单骑的，想说我玩看。可是我还没糊过斯赞克嘛，先糊过斯赞克再来玩单骑啊。结束咯。那这几个就是没有听人讲话的，不过应该也是来抢爽的啦。四人，不定，77451。小鱼没抢到，啊啊啊啊！这游戏到底怎么玩呐、啊？这游戏怎么那么难玩啦？哦，我会玩了，我会玩了，会玩了，这游戏好玩了。嗯，嘎嘎，刚刚没有抢到，我以为刚刚那个人是嘎嘎欸。你讨厌你什么东西？你讨厌你？哦，你是因啊，有人太多了，对不起，我道歉。我讨厌我自己。三只鸟鸟。三只鸟鸟说：“你好，天线宝宝，天线宝宝。”啊，失败しちゃったかも。
牌好烂哦，还是我不会打牌。繁星有活过自一色吗？你去看我的精华好不好？现在已经有两万多观看了哎。给钱儿。哎，我无痛下庄嘛，哦，爽，开心。一个人好凶哦！好了，简单模式开启。简单模式启用，靠腰啊！哎，我应该要一直作乱，对不对？我应该要马上被击飞才对，对不对？这游戏应该是要这样玩，对不对？我知道了。是啊，这游戏就是结束就好了，不是吗？所以要赶快让一个人不要连庄，然后所以要有一个人牺牲，那个人就是我来嘛，对不对？被别人活了一个什么断腰酒，让人家不要连庄，好会玩的。这什么梦想牌啦？才几张梦想牌？梦屁呀！到底会玩麻将啊？不是把握击飞，是我要想办法被击飞，不然打太久了啊！你到底懂不懂游戏怎么玩？把小四喜放在哪里？小四喜，我不信啊！好啊，我这留下来嘛，看我会摸得到嘛，来啊，你来啊，你就来啊，我把小四喜放哪？我合过大四喜，我把小四喜放哪？那我问一下哦，你把小四喜放在哪？那你把我放在哪里？今天是我在开台。
那你看哦，你今天教我怎么玩吗？那你有本事抢进来，你胡个小四喜给我看啊。对啊，所以你看你那边小四喜放在哪里，那你把我放在哪里啊？我就不知道啊，连我这个不怎么会打麻将的都知道西沙小小四喜什么鬼。我好想 ban 了你哦、喔。不是打错了，我打错了，那算了，都一样了。回来了，可是没救了。雷曼，哦，你好吵哦！就你话最多，你是不是控制欲很强啊？那位水野五月，你如果那么厉害，你要不要现在实况，然后实况我的画面，当个播报员，这也不错啊，要不要？你去开台，然后用荧幕截取我的画面，然后来教大家怎么玩日马，要不要？那还不错啊。那个这个头框吗？我也不知道哎、欸。我看他们都有这个牙，我很想要。嗯，会复刻吗？聊天室有人知道吗？哎、欸，不要打双等于哦，会死人哦。小心一点哦！活动送的哦。哎，他连装是不是？我们需要一个勇者把他拉下来。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欸，结束了、哦，啊，冬至了、哦，怎么时间过那么快？好啦，感谢流星是谁跟菜鸟，感谢感谢。这刚刚是不是有抢过？然后我就说离开的。然后这个。等一下哦，这个是不是那个谁？哦，不是。末位哦，哦，你们会不会太快？也太快了吧？你说。你们是不是太酷了？我的天哪、啊，你好凶哦！
四番以上才能糊，哇哦！那是不是很常留局啊？是想遗弃的啦，可是我没有那个勇气。对啊，他开的是三码。所以我才说会不会太哈扣？我还是有点饿哎，刚才吃过。哎，不对，我的刚刚是11点的时候。应该叫小林走过来外送东西给我吃的。叫麦当劳，龙娘。你看，被我断腰酒是不是就不痛了啊？是被我这个正义的断腰酒断掉就没事了，只剩。把北港掉很棒啊嗯，还太烂，我刚刚也很烂呢、啊。
靠腰我连装欸，我也不好意思啊。北极风，如果是凭印象就不要打出来了，不要打什么我记得我印象中，不确定就不确定了，你就不要再讲话这样子误导别人了啊。因为那些讲什么应该没有吧，啊，所以到底是怎样，太不确定就不要讲了啊。啊碰，多么碰的领悟。麻将不是都用了伤害对手的吗？什么伤害对手？你说打网球吗？看不出来你要什么欸，也不像做筒子啊。我们死是要杀人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像杀人了？你是不是要杀人了？我懂为什么高端厂都喜欢小鸡鸡了。我是不是选到原始？没有，我选坦克角。不是，我刚刚试着努力在看他，他要胡什么牌？遇到真的很讨厌，我知道啊。找一只来饼，好啦，扣着饼啦。
报应来了。我得到报应啦！看一下哦。什么？你是有红棕是不是？可是你要混。我把牌变大啦！哈哈，干到底谁是讲绿鱼色啦？我把变了，气死！感谢紫色小火焰，把题喽。哎、欸，要记再按一次哦，我没显示到、哦。那个国事只是梦想，你要再按一次哦，我还没有显示到、哦。忘了看魔力宝贝，看一下哦，还没有。哎呦！
ダメだよ。チロン待ってたよ。我要听刘德华的话，再烂的牌也要用心去打。然后听小鱼的话，操你妈什么烂牌！我个头啊国！哎呦，不要搞我！不要放弃梦想，没有啦，我等一下回去做梦了，我等一下想回去睡觉做梦了。他是真的要做、喔，不可能啦。天哪！好，没有我的事了。哎、欸，你不胡不吃。二三。而且这又不是鸠罗，更难打刘局满贯吧？一个人活就没了哎、欸。
要留什么啊？到底是在留什么？刷这个乱来，你说玩修罗或三吗？我要骂脏话了哦，我真要骂脏话了哦，修罗没了，还是你是在回别人啊？现在，宝牌少年，哎，回谁呀？怎么今天一直有声控的观众啊？懂我，而且那声控观众我都不认识哎。请问魔力宝贝的护士跟传教选一个就好吗？还是都可以？都可以练啊。我解释一下哦，传教是在战斗内补血，所以其实对有在练功的会比较好。啊，护士是在战斗外回血，所以是那种比较偏向你可以去一些热门练等区域挂着。然后带一些料理过去，然后就挂着摆摊嘛，说什么治疗一次多少钱这样子。那个护士比较偏，真的是幕后的啦。他因为后面有一招叫做因果报应嘛，就是你丢回力镖出去打怪很痛，可是你回来也会痛。啊，那个就是你结束战斗后可以小小回血的一个手段。那护士又可以用治疗，因为那个因果报应很容易让自己受伤。对吧、啊？如果要练的话，当然是建议练传教士。它差别是差在他们能拿的武器不一样，像护士可以拿近战武器吧，但传教士不行。然后护士其实就可以点力量那些东西，毕竟你不是要在战斗中续航的，你可以在那个结束后吃料理，然后回血回魔这样子。哭啊！呼吸啦，就是护士，你也可以点力量、敏捷、体力，不一定要点那个魔力。呼吸啦。对吧、啊？有没有在偷偷国士的？然后西打光开始无奈的要打一条了。
你要重新考虑一下你的阵容。你可以讲你的阵容出来，我分析给你听啊。可以跟你讲好还是不，不是好不好，是怎么为什么要打这样搭配，为什么不该这样搭配啊？因为反正除了法术系以外的，你通通都可以点力量，你连采集系都可以点力量啊。就只有法术系，就是巫师、咒术、传教、法师这四个职业一定要点魔力啊。啊，传教也是不一定啊，我也是有看过，就是点力量的传教师，他怎么玩嘞？他就是续航力超级低，但是普攻很痛的那种。力量型法师是这样子啊，感谢。哎、欸，你要不要换 Saki？ 哎呦，好吧，那个名医要再再点一次哦。骑士、医生、法师。医生、法师，那其实还好。如果你医生主点力量的话，那其实都差不多啊。因为你医生用图也可以，就是纯普，就单纯普攻而已啊。巴巴巴拉，你就是做梦想的那位，看到你有四张西风，瞬间往生啊！哇！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看到西风就打出去啊，我很抱歉，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最近玩日麻在唱这首，日麻一场。哭啊！单人到南风的哦，哇哦！爸爸，如果出四个北，啊，好啦，公爸爸，拜拜，依依。去数吧，红中没咯，各位红中没咯，还在做国师无双梦的，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世界。翻向盘周围，我忘记怎么唱了喂，风在散无悔，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不对，起诉惭愧，我伤你几回，应该是这样唱吧，忘了。哎呀，李宝牌三张，水啦，刚好是一万呢，哇哦，缺爆了！啊，怎么都是喜欢这样的组合啦？啊，还有什么？我很喜欢唱风啊，那个什么，风怎么唱啊？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水墨的秋天，极光掠夺天边，极光掠夺天边，被风掠过想你的容颜，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别人打了四张西风，很好啊。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我是要打掉这个啊，不打掉会被骂。你为什么不打掉那两张三万啊？不是啊，早点用一排发就好了啊，对不对？干你妈的绿鱼色，我真的气死了！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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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冷静一下。我应该没有按错吧？我是给你管理员啊，没有吧？天哪，太尴尬了吧！No！ 他好像拿着牌哦，好可爱哦。你站的方位跟我中间隔着泪，接近一直在后退，你的崩溃在窗外零碎，我一路想我一路想悲，离开有你的季节，方向盘周围，卡痰没办法，我在喝红茶，我在喝昂德，三四五六九六，砰！我不管啦、啊，幼稚。什么？嗯，那个是阿康。
如果你吃了之后，砰！如果你不要的，你竟然开超大声哦！对不起。你如果不要的话，可以。是不是被我的杠威慑力杠到啦？啦啦啦，吓到啦！是吗？同样的设置，来玩困难的模式。看，对呀、啊。脏哦，好险！要吗？我该要吗？我能要吗？我就味味儿打掉了，不要了。今天也是观众场啊。碰一下不行哦，小气鬼。
我完蛋了啦！我要干嘛？打掉，打掉，都打掉。东市局了，改时，我要自摸了哦，我摸给你们看了哦。没事，矮人，你知道。何時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感謝各位、不是感謝各位、播個廣告哈。他石頭不會生菜。好了，开始喽！啊，Lu W Lu O W O， 我们要走喽！那个我要踢人了哦，你再重新按一次开始，因为我这边显示不了，我倒数十秒钟哦，三二一，有子姐，你现在，好，真的十秒了，我要踢了哦，他是谁？
你们等我一下哦，我画一张图。因为大蓝，它是不来自呀咦，没有，刚刚是真的有默数十秒了，没有闹啊。我也太快，不是我刚三二一完之后，我有再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把时间往回推，你真的会知道我时间过很久了。我总共给了他十三秒的时间哦。哦，冲进去的人哦，哦。那他应该打说你们也太快，怎么想我你也太快？我想说，我做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哦，好了，那个抱歉，那等一下我再让你进来。我刚有跟你讲，因为我这边显示不会显示出来，你要再按一次。那不然等一下你进来我不踢你吗？等一下先让他进来。哎、欸，我先讲一下哦、喔，等一下先让他进来，你们才能开始抢。如果他来之前的抢进来，我直接踢掉，之后都踢掉哦。不然，你不知道，没有啊。因为上次就有很多次发生说他们已经按了，但是我这边显示是没有的，很常这样子啊，体谅我一下哦。哎、欸，我干嘛打这张？哎呀！没事啊，那等一下我让你走后门好不好？小鱼还在吗？小鱼关电脑了。好哦，想说问他要不要玩，看来他不是很想跟我玩了。哎、欸，我开到五点好了啦，啊，没有修罗场，感觉度日如年啊，怎么那么难玩啊？哦，好累啊，弄了吗？真好，不是啊，人家抢进来过，我把人家踢掉的，啊，我当然要负责啊。被、欸、我气走了，不是我，哎、欸，我要让你走后门，你不要、喔，不要算了。
哇，那你也太气了吧！啊，那最简单啊，我不开台了吗？我不玩了，我不玩了，我不实况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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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台，我关台，我关台嘛！只要不开台，大家都玩不到，就不会有人吵架，对不对？也不是仁慈啊，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讲了三四天了吧。请问我的对家，你是不是想要留局满贯啊？请问那个姨阿姨，你是认真的吗？我看来不是。我不知道开到五点，对啊，等一下啊，等一下还会有一场，我觉得等一下应该是最后一场了，所以问你要不要玩啊？哎、欸，我要关台前还是算了算了，不要讲了，讲下去老舅又吐。不是老舅吃醋了，我在讲，外公阿小，完了，小鱼生气了。小鱼，你可以不要这样吗？可以听我解释吗？不能给别人吧？我觉得他好像，我好像伤了他的心，很严重、很严重的那种。没吃肉，你们两个在干嘛？去看一下哦、喔。没有哎、欸，他们不在 DC。小鱼不在 DC。其实他不想来，他搞不好真的是累了，躺在床上吧。出门吃自助餐，你说龙虾拿龙虾随你拿吗？只要你抓一把，多少龙虾就算你我请客这样子吗？我要出门啦，好啦，路上小心哦、喔，记得要想老居哦、喔。魔力宝贝开服的话，我第一时间赖你哦、喔，然后玩给你看，要记得来看哦、喔，好吗？小鱼，我们约好咯。他估计要打干 W 了，干 W， 干瓦拉瓦拉，哎呦！他只想吃龙虾。哦，我觉得龙虾真的要吃，要吃那个吧，鳌虾吧。鳌虾不是其实是那个吗？不，波士顿龙虾不是其实是那个吗？鳌虾吗？有这种店吗？当然没有啊。有的话，小鱼盒子用手拿，用嘴巴去咬。看到拿端自助餐的，手上几个龙虾，嘴巴还咬着三四条龙虾。
もしかしてミスった？猜了。欸，今天拿到四安克后就整个运势很不好了欸。他会搬椅子在龙虾台前面坐下。哎呦，有画面哦，跟柜台的叔叔哥哥说，我还要。我看那画面好好笑哦，想到德国宫崎骏那个画面。爸爸，老板在生气了啦，不要再吃了啦。两人背坐又翘脚，北风来一张。吃太多会留下来洗碗，不要再吃了啦。官网没有说 FB， 可是确定能不能下载，在想说在维护，你可以去看看。我知道啊，就是你把启动器打开啊，会跟你讲说另外告知，不是吗？吃太多会变龙虾哦，好爽哦！不是有说其实龙虾可以活很久吗？很老啊？为什么很多都没有看到很老很大的龙虾？就是因为他们脱壳，脱不了壳，活生生的卡在那个壳里面死掉。所以他们其实是被自己的壳卡死的，所以不是一些外来原因。他问去哪载，我跟他说哦，对不起，因为我现在视窗聊天视窗变很小，刚按了一些东西。嗨，好。对啊，龙虾的生命是无限的，但就是在脱壳的时候，因为壳太硬了，不啊，对，壳太硬，然后身体太软，然后死在自己的壳里面，就是因为换壳嘛，螃蟹、龙虾那些脱皮后壳都变很软，啊，所以他们那些很硬的壳，他们脱壳脱不了之后，就死在自己的壳里面去，然后喷口水出来。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数量不够。不是啦，也不是数量不够，就是刚刚讲的啊。其实都有在保育自己啊。欸，我应该要吃的欸。吃的话，五六，对，不该吃。胆固醇过高。欸。过高有过高的好处呢。痛。赢这个，我这个应该打掉这个的哦。如果再来一张这个的话，打掉这个，完美。捡你荔枝很危险呢。
哦，已经东山了哦，也太久了吧？嗯，胆固醇战士，哎、欸，好像胆固醇过高哦。这是什么危险发言？好想体重过重啊，你就喝油啊，不要说吃不胖好不好，你去喝油我就不信不会胖这样子。我也很讨厌去看一些人都说自己吃不胖啊，因为我本身也是吃不胖体质嘛，啊我也不会很常去炫耀别那个、啊、自己的体重啊，啊我比较羡慕的是那些能有办法吃胖的人啊。我想说，那你就喝油啊，我就不信。他说：“哈，其实也就是挑食啊。有些吃不胖的爱吃，可是就是不喜欢吃一些高热量什么的，就是会挑食。喝油会送医哦，拜托，你吃什么不会送医？你吃什么东西过量都会送医，好不好？你吃龙虾吃太多也是送医的、啊，对不对？被吃龙虾被龙虾的壳吃到流血也要送医啊，对不对？”讲什么？讲啥嘞？说啥嘞？对啊，喝水会哎、欸，喝水还会死人呢、欸。你看，那个科学证实100%的人喝水会过世，会死，你知道吗？你知道这回事吗？不是啊，现在不是想讲干话吗？就一起来讲啊！现在不是讲干话时间吗？东西，你知道科学研究有 100% 的人能呼吸活到100岁以内的东西，有一大堆没活到100岁的啊，你在讲什么？感觉他玩不到了，怎么办？还是你明天来，我补偿你。还在东山。怎么办？我好对不起你哦。而且我刚刚好像我整个人是放空，你知道吗？我突然回过神来说：“哎、欸，对呢，我还在打日麻、欸，那种感觉。”我刚刚有一段的记忆力不见了。神游，想想我们刚才聊什么啊？吃龙虾，小鱼在吃那个啊。我刚刚画面一直在卡在那个宫崎骏的画面，然后想要回过神来，哎、欸，对呢，还在麻将桌。我刚刚的灵魂好像跑去吃龙虾了一样。我觉得是有人想太久了啦。
你看，不然就是网络延迟太久，还在想说要不要吃。我们应该再来玩五秒内的那一种，看你们怎么办。是，我是安全牌，筒子都是安全牌，不是啦，不是啦，狼呀，不是啦，猜错啦。还好红中没有丢出去啊，有了。明天还在放假，那明天如果你有出现的话，我让你走后门吧。安安迟了很多，对，我快关台了。你有什么话好说？かなちゃん、もしかしてミスった？かなちゃん。对啊，怎么快关？要准备关台了啊！拜托，团团、哈记、巧克力他们都175以上，我走到旁边也觉得矮矮的啊。你今天出门了？没事，没事，没事。这样讲好了啦。我觉得165以下的女生就够了啦。不要太高，太高的话，男生真的会有那种自卑感。繁星多高？172，其实算是合格标准嘛。因为其实亚洲男生身高都是在16，好像是168、167。啊，其实很多女生也是羡慕身高高的女生嘛。啊、身高高的女生也是羡慕身高矮的女生啊，反正就是你们没有体验过才会去羡慕那些你们体验不了的那种感觉啊，就像很多人羡慕我长得好看什么事没有啦，就像很多人羡慕那个啊，就很多嘛，比如像胸部大胸部小啊，啊吃不胖跟吃的胖啊，不不不，吃不胖跟呼吸都会胖啊那种。结束了，那个噜噜噜噜噜噜，我们在一起。
开三人的，你进来吧，你先进来，我开三人的，我开三人的陪你玩，快点，来玩。32590，你们看，你们看，是不是欠踢？是欠踢。我知道你们是看到瞬间马上打，也不管说他进来了没，就先打了。应该说，这些名单明天都不能进来这样子。哎呦，日麻怎么玩？日麻怎么玩？这个，哎咻。原来两个位置都有人哦、喔，没有啊，就只有他一个人啊。啊，我有讲啊，进来的我都要踢掉，都要踢掉。18岁，185卡住了，怎么卡住了？185很高了哎、欸。185多高，你比王少伟还高了哎、欸！干嘛你还不满足吗？我觉得185超高的啦。26的我不会再长了，我好像17岁就不会长高了。他小。欸、我记得这个也是很凶的，对不对？欸、我想到明天的新玩法了，你们抢进来，我会先踢掉前面三个人，这样子玩要不要？就是抢头像没有用，反正我会踢掉前面三个、四个这样子，要不要这样玩？就是好，今天我就是打四嘛，那三个人三个位置嘛，我就先各踢掉一个这样子。然后反正先抢进来的就被我踢掉，要吗？好像也可以，那这样抢进来都很可怜哦，你要想清楚哦，搞不好今天我轮到你了，你们抢进来就被我踢掉。对吧、啊？就变成没人敢抢，比方说看到一个第一个名字冲进去这样子。因为我刚刚就一直在想说，你们一直想说抢不到，抢不到啊，怎么办？我又想不到，然后再来就想到啊，有呢，好像还可以这样子玩呢。哦，结果大家都不抢了。对啊，有没有这样子在抢啊？没有啦。对啊，反正就是先玩玩看嘛，如果
明天这样玩不行的话，再来做打算啊，反正日子还那么长，对不对？不拔北吗？等一下，搞不好等下自摸啦。疾风，对不对？啊，搞不好听牌被拔下去哇！好啦，下一个条子来了，我们就拔北好不好？为什么那么急？好，阿北，你看，奶奶啦！啊，看一下我们合什么吧。我差点按下去。对啊，领上很好玩呢。为什么不让我领上？为什么要控制我？为什么不让我玩？对不对？自摸预言，然后弄。妈的，谁在打绿鱼色？以后我只要看到绿鱼色，我就ban掉，好不好？哦，我有二杯口哦，我没注意耶。哦，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我没有注意有二杯口哎。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抱歉了，九九九，我不是故意的。好啦，感谢刚刚的露露跟九九九，是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啦，谢谢各位啦，那就到这边喽。晚上，今天礼拜日嘛。好啦，如果晚上八点半没有收到开台通知，应该就是我去睡着了。那东石大的话，可能就是不开台玩，也可能开台啦，不知道。反正就先这样啦，晚点再说。这样咯，各位晚安。什么提早下班？五点，刚刚是说要开到五点。谢谢各位啦，那我们明天再来玩踢人游戏哦。好，好。感谢各位收看，大家晚安，拜拜。我等一下去剪精华，然后也大概6点左右发吧，8888。